重电相聚了。上一次相聚还是三个月前，两三个月前。对。我有看到大家好像从昨天开始就在这儿等我，然后确实等了很久，然后我刚刚在车上也听到了大家在可能放歌听了，然后大家也在很不容易的在这边等我之类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下不到，我随时都在准备，听别人那些废话，看天空越来越。